好了哦，我们应该飞机转换完了，我们可以准备出补给了。四队给他塞网点啊，转换完了，转换完了。好，我们来塞一下，我们用2213的配置，哎，这个之后也会写在我们的那个攻略视频里面。好，哎，我记得我有1231，最凶的那一种哎。没有，这是个人倾向问题。我就是比较喜欢赌徒，就是赌徒流的打法。哦，我是那种稳健流的打法。等一下，按着。该怎么说呢？拖好。赌徒流打法在斩杀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。就是你拼那个几率就好了，你不要去赌每次。拼一次嘛，反正就是拼一次嘛。哎呀，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啊，聪明聪明。最那种，那个，周月，你真的这样真的不对，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对，周月你这样真不行。好，我们先去网点做一次消甲，哎，这个反正这个之后我都在详细注明啊。那我们现在派出我们的支援舰队。等一下，又没有闪了，林老师。才中破而已，才中破而已，大家不要紧张，中破而已，不要紧张。给他吃一个异阳火好了，反正异阳火很多。你当替代的时候把价累积一个月一次放不行吧，我们不能啊，不能低价啊，又不是山区。反正我的管理人还算很好，我的管理人直接跟我说我们学校能给的就是七天，然后就直接全部都给你，哎，你自己去安排。我说哦，谢谢谢谢谢谢谢，反正我的管理人都没有亏待我啊。对啊，这是不是捡到啊？好像是假限定高速，对啊，假限定高速，然后乙丙没有限速，还蛮特别的，我觉得，他就是觉得你东西比较多，嗯，我觉得还好啦，对啊，机价要那个机价要看单位啦，有的单位可以机价，有的单位不能机价。我都飞出去了嘛，好，我们出击。我们先做第一次的网点 S 圣消啊！干，等一下，改修满了。被速接，好，没事。这次是不是听说有 bug， 就是船会沉掉，对不对？啊？听说不是有人说船沉掉吗？没有，那个是他眼瞎。哦，他眼瞎。哦，他眼瞎，那个。妈的，那个讲的这么危言耸听，吓死我了。鹿岛有什么？好像没有真的出过这个 bug，、就是说中破就成的，没有，都是你自己的失误这样子。基本上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，没有任何一次有证据是说中破沉船的，没有。了解了解，至少玩到现在三年多了，没看过。对啊，他们有人说法是13是 A 胜掉落率高，所以你宁可不要 S 胜，宁可不派支援这样的感觉。有人已经出了，我这边也出一个了，干。这次有倒退路哦。有倒退路那个其实还。他说是看错哎、欸，他说是看错哎、欸，还是倒退路真的？那个没有，倒退路是真的。哦，是哦。这次有折返跑。E2有折返跑，超智障。倒退路是讲你原本打过那个点再打一次哦。对，太智障了。再回去，再往上，就反跑。太智障了。有人说 S 胜几率低，所以总体难哦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妈，我不知道哎。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还是看画面的，不要看插件啊。有时候画面会骗你，啊不，有时候插件会骗你、啊。看画面啊，画面骗你就没救了。最终作战的啦。
我觉得折返跑真的太好笑了，折返跑超好笑。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狂笑。全丢网点，我们拼 S 胜，冲啊！四哎六 SS， 然后冲网点。这个打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攻略了，就是学跟马克一样开始攻略了。好，没有没有，插件真的有时候会有问题，像我有时候你用那个梯度文盲，它有时候会列一个读取不到之类的。那我不知道那个744电子式会不会很准，应该也蛮准的、啊，连744都有巨多插件的，应该很准。只是那个744怎么讲，太744了，就不是很想用。对啊，其实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。嗯，先把这个关掉好了。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全部的那个功能是什么。就是反正会用的就好了，我就看到你要的就好了。这次E3可以刀复数吗？还是不行？应该不行吧？我不知道嗯，有人说要捞第二台了，我想说有这么爽吗？应该没那么爽吧。次郎藤波 A 胜有吗？没有啊！你我现在有还在那边哀哀叫吗？没有，我不是马克。哦，我有捞到啊！对啊，说我说我不是马克啊。各种被害甚大，呵呵。被害甚大，未归还，点点点乱七八糟。大然后我把这边两只点在中波，超爽。哎，这次你有去第二天 FF 吗？对不对？有，我两天都有去。啊，你有跳那个什么母咪舞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太智障了，我没有去。我这不是听说很多人报名？是很多人报名啊，可是我觉得那个，太智障是不是？母咪舞。好，我不说太智障，我觉得太母咪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太母咪了。行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不会啊，我听说看几个肥宅在那边抖动也蛮帅的、啊，我觉得，就跟那个战斗舞一样。SK 闭嘴 ，SK 你闭嘴。他说不要哦，原来这样子啊。母咪母咪心抱抱，有这种东西哟、喔？不是心动动吗？怎么不是心？心抱抱，心抱抱啊！他会叫你帮你升，帮他升十秒吗？啊，帮我跳十秒。北上卖我爆了！你的北上，哎呦，卡错了，卡错了。没关系，卡下面也没关系，因为他真的太中破了，其实也打不出什么东西来。嗯，好看一下哦。biang 没成，神痛，不痛，不怎么痛，痒痒的。雪峰卡谁呢？卡下面那只。哎，好，然后卡上面那只 biang 哦，很痛哎。但是200多、欸欸，有抽到哦，不错、哦。嗯，还好，主要是这次经验上就已经两个中破了，虽然秋月中不中破是没什么差了。好了，进网了，我看一下这个消甲应该可以顺利成功了，就是你入行两队都塞网点，然后6 SS 塞两个水关就一定会进网嘛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反正这一段如果说成功的话，就会拍成那个 Google 的小姐的影片。对，恐怖的，一搞有了西哥，好一次，100、100、100两台，然后再一波，好再两台，第三波，两台，再一台。好，我觉得要 S 胜有点难，大哥。
网点支援也不需要 S 圣吧？啪，要 S 圣了，要 S 圣吗？要 S 圣才能消甲，要 S 圣才能消甲，应该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 ，T 有力 ，T 有力，小破稳。稳，敬业战，敬业战，应该可以啦。六只只要卡出三只出来，就一定有斩杀。还是卡重巡卡不了吗？可以卡吧？卡，我觉得有了，有了，撑，撑 S 胜，觉得他蛮硬的。哎、欸，好硬哦、喔！这个号我记得他蛮硬的、啊，不妙啊！再来，卡。啊、哦，有了，四十，再来，啊！干，好硬！再来！哇、啊！有了 ，S 胜 ，S 胜 ，S 胜，哇哇，是，哇，是有，观众表示你那个，哎呦，能带耶，啊是哟，能带耶，哎，是，能带，我刚好有炮可以拆了啊，是。